好好，弟子们听的。是。今日广东来了一位贵客，我赶此时让他与大家见面。他姓潘，名叫毕正，乃是平头直字，金鳌有节，广东读书。他与吕定就如兄弟姐妹一样，吕定以后数以来相见，其余不应我多吩咐了。是。好，好了，弟子们来迎门坐吧。好公子，姑母，今日感激不尽。何事硬处，只爱你，多处肯公之事，为姑就安心了。今日一定听从姑母教训。听什么？哦，阴云幽影，姑母，这肯是何人烫的？是我这个弟子苗疆烫的。事不敢，到此广东，定有这地幽影难满。哼，有什么影？我听的。就心龙如墨啊，师宗，你给苗疆头的金梦黄木超好，他又来探亲，你为何不催他呢？卖急卖急，让他慢慢操劳。我惊你照顾老董金梦咋会换水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是，上姑母。哦，亮上亮上了，此是高山野岭，梦见美好路美，结出闺女哦，这个。苗青走吧。是。静安，静安，你出去同一同，是何人到那边谈亲？忙些事来顾客。就是好地爷嘛，刚才姑母说是他的弟子，这不免是该祷告了。祷告要赞爱堂的直朝何谦。
定抄好了。天母，咋就抄好了？抄好了，我从是背喏。如若抄好，做你不拿去施工呢？施工为何不对我说呢？从今后怎么都是蒙尘空吧？哼，穿衣只该干光啊，你该多爱光，比师尊还更厉害呀、啊！嗯，娘子，听得懂啊，我们回去吧。
自豪去。公子，不给你躺来轻声，这样哦，这轻躺的卡好，嗯，我唔知好安么，就是话公子，这样是叮叮当当咯，你都不是的吗？哦，他躺的不正是寡人腰。扛的口，扛的口。公子，公子啊，你错我了，我该这样。哼，你这个低能，听到拼音就你呢。Peace.
音出来开会，不想听见琴音，琴声来到此地，惊着相公，实在冒昧之事。闻琴声如在听音，必是思梦当人。相公，我是初夏，在月车上。相公，你太谦虚了。我来到广东，已在相公未必留宿，今晚的冷鸟舞，自在先生更加钦佩了。请问相公，刚才躺的可是广行腰？是躺的什么？是是，熬半顿躺得太轻松了，是吗？我有句话，细问相公，不过又把高墙人亲，未敢出口。请坐，无话。请问相公，因何出家？来此能真广的这么相公夸奖我长大生忙起心事我爱见令我记忆
乃是一千年道观。